一起来做默想祷告。全能的全能的父，阿西那不及，求我父使我们通过上帝的奥秘来领悟基督，使我们通过基督的奥秘来做四阶段悔改，点亮我们污秽、肮脏、黑暗的心灵，使我们正确地领悟这世上的所有事物，使我们正确地看待这世上一切的事物。从而使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。我们相信，在这时间就是使我们得福的时刻，使我们得到越来越好的祝福，使我们把这祝福留给我们的子孙万代，使我们在这国家都做爱国人，为这个国家和民族都做爱国者。奉耶稣的名感谢、献祝福、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大家都很认真、热心地做祷告，爱上帝。我们爱了上帝，就能得到上帝的爱，箴言八章十七节。而我们为什么总是做不到呢？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，谁最难过呀？是上帝，这大家也都知道。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四节，这时候上帝最难过。上帝是主宰我们生死的，使我们生，使我们死，赐福于我们财富，也没收这个财富啊。我们心怀二意，装模作样，上帝都在知道，都在看着呢。我们大韩民国，大家也知道，我们东方，无论是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都在讲孝心、孝子。孝子两个字看得非常的重，韩国甚至有孝子奖，但是呢，在这世上不知道如何做孝子，得到的孝子奖也是谎言，颁发这个孝子奖的也是谎言，在这世上是无法尽孝、无法做孝子的，任何宗教都无法让我们做孝子。我们好多信徒，在座的各位都很热心地做悔改祷告，心里发出来的罪，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，身体里发出来的罪，我们悔改这一切的罪。但是比这些罪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曾经没有尽孝的罪。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人很有确信、自信地讲自己是孝子呢？我们都不是孝子，我们不孝，我们没有尽孝心。大家知道，在以前学习学了十年就能成功，但是现在的十年，幼儿园再加上小学六年的时间就变成十年的功课了，但是这小学毕业没有什么用处啊。我不太了解韩国的教育，但是在美国呢，在幼儿园已经在试验水，做一些化学试验、物理试验。我不太懂英文，但是我看见他的日记上写着今天用水来分解了 H2O， 他可是幼儿园学生啊，他就是我的孙女。曾经我们在中学学到的，高中学到的，现在都在小学已经都学过了，但是也没什么用处，学了这些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呀。在这世上都在讲孝子、孝道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做孝子。我们曾经没有尽孝的罪，要得到饶恕，这时候我们的儿女才能做孝子。当今的社会学习功课学的都很多，都有文凭学历，但是真实过为人生活的人没有几位。好多老年人怎么讲，说年轻人跟他要一根烟，老年人说我没有烟，然后就被这个年轻人挨骂，很没有礼貌吧？这世上这世道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老年人亲自跟我讲的。我们不是在取笑这些年轻人，或者是辱骂这些年轻人，我们首先领悟我们是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的。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罪是得不到帮助的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，
无论是我过去犯的罪还是我现在犯的罪，凡是我有罪的时候得不到上帝的帮助，而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我们需要得到上帝的帮助，而我们有罪就得不到了，得不到上帝的帮助。箴言十三章十三节，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藐视嘲笑的话，就走向灭亡了。上帝在这凌晨帮助我们，而我们总是不相信这句话语，不藐视这句话语，为所欲为，不来参加成功礼拜，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？凡是带着自己想法的时候，是没有受洗礼呀，没有受洗礼的时候都属于魔鬼。我们内心都带着自己的想法，这时候都是没有受洗礼的。格罗西书二章二十节，给大家讲了很多上帝的话语，大家还是听不明白呀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的父母做了四阶段悔改，我们就能做孝子了。而我们的父母，好多父母都不认识四阶段悔改呀，甚至说是做四阶段悔改也没有做好。父母不做四阶段悔改就犯了悖逆罪，父母犯了悖逆的罪，这时候儿女就很不孝。我们往往和这样的家庭结亲家结婚，然后会越来越不好的。我们找一下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今天领悟吧。不是说要指责孩子们不孝，我首先悔改，曾经我也是个孩子，但是我们对父母都没有尽孝心，我们先悔改自己的不孝。我们祷告为什么始终不行呢？我们为孩子们考试祷告了，但是这还没有完呢，直到我们人生结束的那一刻，我们在这一生每一天每一天都需要祷告，求上帝的帮助啊。有些人很倒霉的话，考试考得再高分也没有被录取，就差一分或者就差那么几分。但是受上帝引导的时候呢，成绩考得很不好，结果也被一个好的学校录取了。这世上的学分并不代表什么的，我们以为自己的学分高，考试成绩好就是好吗？头脑学来的知识都是属于恶呀。在这世上也有一句俗话，头脑聪明的人往而非常的轻浮，轻举妄动。往往很聪明的人就很轻率，自以为是，很疯狂。头脑聪明的人整天一样一个变化，无论是去工作上班还是创业都做不好。领了退休金，好不容易创业了，结果这个整个退休金就用来装修费用，然后什么成本就已经花完了。大家知道在海边上，在巨石岩石一动都不动的巨石，这里会有很多海带，很多海草。我们做悔改祷告的时候就要不停地做悔改祷告，像滚石一样，那得到祝福的时候像巨石一样，像岩石一样，要有忍耐。所以做悔改也是通过基督，忍耐也是要通过基督。我们做四阶段悔改才能得到祝福啊，而基督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，像磐石一样。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一二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。阿们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这里讲的是儿子。我们看一个家庭好不好，就看这家的孩子是什么样的。我们看一个国家好不好，就看这个国家的年轻人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将来会怎么样。那么我们的家庭现在是什么样的，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呢？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我们说美国有很丑陋的一面。有一次我参加复兴会，吃午餐出餐厅的时候，外边就有枪战了，我就趴下，好多人都趴下，子弹在那里飞来飞去的。复兴会结束了，我们吃完饭出来的路上就遇到这种的枪战，结果一个人确实伤亡死亡了。
但是呢也有好的一面，在电梯里美国的年轻人看见年长的人很懂礼貌的，比韩国要懂礼貌的多呀。我们不是光看外表啊，我们人要懂得看好处啊。如果我看见不好的地方了，我就要把这不好的地方当作我的罪来做悔改祷告，把眼前的不好改变成好的，这才是圣经里教导我们的。腓立比书2:4，我们要把眼前的不好当作我的罪来做悔改祷告，然后把眼前的不好变得越来越好，这就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，是越来越好的。那么今天无论是家庭问题、我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，就是国家的问题。人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我们心里发出来的罪，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，身体里发出来的罪，导致我们顽梗悖逆。那为什么会悖逆呢？悖逆是因为我们背叛了福音，背叛了基督啊。大家和我们今天听的是上帝的话语，那为什么在假的教会好像在讲上帝的话语，结果却不行呢？上帝的话语是通过上帝的奥秘、基督的奥秘来诠释的，通过四阶段悔改才能解开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哥罗西书2:8里告诉我们，没有基督的福音就是掳掠灵魂的假的福音、假的讲道。我们传福音、传道、宣教只讲基督的奥秘，哥罗西书4:3，而假的教会却不这么讲啊。那么大家和我呢，怎么会有悖逆的罪呢？我们身上有悖逆的罪，这时候儿女不听父母的话，当今不仅是我们国家，还是整个世界。现在社会的问题就是年轻的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话，这就是社会的问题。每个人都在承认这一点。越往下读，其实很可怕的，长老们都有权利用石头打死这些不听话的孩子。父母犯了悖逆罪，儿女们不听话，这时候儿女们都会要死的。当年是这样处置的，而我们现在要领悟我曾经对父母怎么做的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悖逆的罪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不孝，我们从来没有尽孝心，所以我们要做悔改祷告啊！我们从来都没做过悔改，哪怕我们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信徒，稍微文凭高、学历好，我们头脑学来的知识和学问都是属于恶的。这时候儿女们疯了，来到主面前，他们也得不到医治。那时候为什么呢？因为来到主面前是为了利用上帝，带着功利的心理，然后就过不了多久就背叛离开了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头脑学来的知识都是最恶的。雅各书3:15-16，世上的学问、头脑的知识都是属魔鬼，都是罪恶的。自己的亲生孩子疯了，遇到问题了，或者变成残疾了，变成不孝的孩子了，而好多说是有学问、学识高深的人反而不信上帝，甚至背叛上帝。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呢？那赶紧领悟，是因为我背叛了基督，我把悖逆的罪留给儿女了，结果孩子不听话，不是别人的错，是我自己的错呀。我们再来读一遍《申命记》21:18：“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。”阿门。越往下读，真的会很可怕。这样的孩子都要被石头打死的。孩子不是恶毒的，我们要领悟，我犯了背叛上帝的悖逆罪。我们找一下以西结书2，做父母的信徒们，做父母的没有做四阶段悔改，导致孩子们悖逆，成了坏的孩子。我们以为不生孩子就好吗？无论生了孩子、孩子没生孩子，哪怕只生一个或者
都有些人以为少生孩子就好吗？悖逆罪始终是带着的。什么是悖逆罪呢？以西结书二章三四五节，三节四节五节一起来读一下。以西结书二章一二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，直到今日。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或听或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阿们。上帝让我们去传福音、宣教、传道，只讲基督的奥秘。哥罗西书四章三节，我们传福音、传道、宣教，只传基督的奥秘。而我们传了基督的奥秘，有些人不听，这都是因为祖上带着悖逆的罪。第五节我来读，他们是悖逆之家，从祖上开始就妨碍这福音，是属魔鬼的，怎么给他们传，怎么就不听。不听基督奥秘的并不是什么好事，赶紧领悟，这是从祖上开始一直都是悖逆的家庭，本来是要都被石头打死的，带着悖逆的罪，悖逆的家庭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不爱听上帝的话。有些信徒说了，我们家人，我家孩子不做四阶段悔改，不听话，赶紧领悟，是我们家庭的祖上开始都是污秽的家庭，是属于悖逆的家庭。有些人偷了10万块钱，偷了100万块钱，都知道害羞，但是有些人犯了滔天大罪都面无羞耻。第四节讲了，这种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这都是因为心里带着罪。上帝也要把我们拆到悖逆的人那里去传福音。大家和我今天要领悟，我们也犯了这种悖逆罪，我们的父母也犯了悖逆的罪，不知不觉中我们也都带着悖逆的罪，犯了悖逆的罪，正是上帝这样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今天都回顾一下自己，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尽过孝心吗？上帝是监管我们的，我们的祖上都没有做信仰生活，敬拜其他的魔鬼呀，祭拜其他的神仙呀，或者在假的教会里。大家知道欧洲2000年以来的信仰生活，教会怎么走向了落魄呢？教会都空荡荡的，好多人喝酒抽着烟就进教会里，然后出门的时候反而骂上帝。为什么欧洲的教会都成了皇城废墟呢？我们国家的教会据说也越来越减少了，这都是因为我们犯了悖逆的罪，都是背叛上帝的罪呀。我们很多人都想尽孝心，哪怕父母去世了都还惦记着，我们要尽孝心，想做孩子们当尽的本分，但是也做不到。父母在世的时候想尽孝也做不到，我们的孩子也无法尽孝心，别人家也一样，这都是因为我们祖上有背叛罪，我们自己身上也带着背叛罪、悖逆的罪。这样的罪我们根本就没有洗罪，没有认罪的话，祷告都没有什么用处啊。第三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。这以色列人指的就是悖逆的百姓、悖逆的国民。悖逆的百姓就是背叛上帝的人，上帝要派我们去这样的地方，大家和我要承担这种可贵的事情、可贵的事物，去担当基督的奥秘，去传基督的奥秘。而我们呢，我们身上都带着悖逆的罪，我们曾经都是不孝的，现在也是不孝的。
我们国家从祖辈传下来的很出名的诗词，大概的意思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竭尽全力尽孝心，我们都想尽孝，但是我们做不到呀。还有一句话，父母去世了，我们就会痛悔，就后悔了，就知道心疼父母了。父母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想尽孝也做不到，等父母去世了，内心才痛苦，才后悔，知道心疼父母了。我们祖上，我们的祖先写了这样的诗词，知道要尽孝，但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尽孝呢？说明从以前开始，我们上辈的人都是不孝，不孝的人太多了，尽孝心的人在少数啊。哪怕尽孝了，也要悔改不孝的这种悖逆罪，要不然都是心怀二意，装模作样而已。我们犯了背叛的罪呀。我跟大家也做过见证，我自己也承认了，我是非常不孝的孩子。我告白我是不孝的人，正是因为我做了悔改祷告，我才能跟大家面前见证我是不孝的人。而我们大家对自己的父母有尽过孝心吗？加拉太书六章七节，我们种下什么就得什么呀。我们找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，我们身上都带着悖逆的罪，我们带着这样的罪，我们祷告了也没有用处啊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这辈子我们都会痛悔后悔呀。这就是我们祖上写的诗词，是最后一章中章，有初章中章还有中章。第一句话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竭尽全力尽孝心，等时间过去了，或者说父母去世了，等父母去世了就痛悔，才知道心疼父母啊。我们国家，我们的祖上学了儒教佛教，也学了孔孟子学说，写下了这样的诗词，但是没有解决的方案呀，不知道如何才能是尽孝啊。说明当今世界根本就没有孝子，我们都是悖逆的孩子，时间久了就孩子们更加悖逆，更加顽梗。不仅我不孝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然后当今的社会就说，这可能就是现在的当代的生活方式，就觉得不以为然了。而今天上帝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解决，以赛亚是五十九章二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带着这些罪，如果没有洗罪，没有认罪的话，我们再怎么祷告也没有应许，得不到应许啊。我自己都不行，我就更不能帮助到身边的人。如果大家的儿女来见父母的时候精心乔装打扮自己，并不是说穿好衣服，穿得洁净，穿得干净，用心了，那我们也高兴。但是稀里糊涂的勒勒塌塌的一来的话，我们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。诗篇139篇1节，我们心里的想法，我们的举动，一举一动，上帝都在知道，都在看着，都在监管。我们要得到智慧才能去天国，有了智慧才能有奇迹发生，有了智慧才能得到应许。箴言29章15节，杖打和听责备，受被杖打和听责备，使我们能得到智慧呀。我们大家的信仰生活有多真实呢？往往都是高学历的人，得到博士学位的人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头脑学来的学问是最不好的，是最恶的。好多人高文凭了就开始炫耀，炫耀自己的学问，很骄傲自满，很傲慢。上帝会
看着不管吗？申命记七章九到十节，对抗上帝的，上帝一定会报应的。上帝告诉我们这是属于恶，那我们就悔改我们的罪。韩国人很讲究文凭学历，上帝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这种污秽的心理的。我们正确的领悟吧，上帝是要帮助我们的，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帮助呢？我们祖上给我们留下了悖逆的罪，我们都是怎么过的？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日子？我们对自己的父母都做了些什么？我们今天做悔改祷告吧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读一下，一二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阿们。上帝分明在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的罪，上帝帮不了我们。我们有什么罪呢？我们有悖逆的罪，我们的父母也犯了悖逆的罪。虽然我们父母没有意识到，但是那也是罪呀。我们呢，也带着父母的悖逆的罪，自己的悖逆的罪，想尽孝也做不到孝子。我们祖上曾经写的这个诗词诗句，我忘记是在我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学到的。我们这一辈子最悔恨最痛悔的心就是没有尽孝的，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是尽孝呢？孔子、老子、庄子也没有指出任何的答案，任何宗教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是尽孝心啊。以弗所书六章一节，上帝却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的父母也犯了悖逆的罪，给我们留下了悖逆的心。好多人做了四阶段悔改，结果又背叛了，这时候家庭里很糟糕的，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糟糕，一塌糊涂，很不好的。这都是因为我们犯了悖逆的罪，背叛的罪。犯悖逆罪，犯背叛罪，都是要被石头打死的。在以前的年代，在座的各位现在喊不出阿门，赶紧领悟，分明是自己家庭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？我们今天得到医治吧，但这世上没有道路，这一辈子都没有路。但是今天主医治我们，主为我们改变，我们今天得到这样的祝福吧，这时候我和我的儿女才能活过来，这个国家才能活过来得救啊。在这世上没有出路，但是上帝说今天我们是能行的。我们曾经没有尽孝心，没有恭敬父母，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但是也是我们的罪呀，我们要认罪和洗罪的。那这样的罪也留给我们儿女身上了，也留给我们的子孙三四代了，我们身上也带着对父母不孝的罪。因我们的罪，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帮助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。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以弗所书六章一节，我们读一下，一二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阿们。其他的宗教没有主也没有基督啊，而上帝说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恭敬父母，这是在主里面。主是基督啊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主是基督，基督是上帝的奥秘，上帝的奥秘也是基督的奥秘，基督的奥秘是四阶段悔改，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，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基督里来。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，这时候基督就做了帮助我们的主，我们在基督里做新人了，这时候我们才能恭敬父母，这时候我们的悖逆的罪就消除了，我们的罪得到了饶恕，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了。在这世上其他的教会，佛教也都讲上帝，儒教也讲上帝，搞巫师巫婆的也喊上帝，但这上帝并不是光嘴上来喊的，上帝是居住在基督里的，格林德后书五章十九节。所以我们通过基督的奥秘做四阶段悔改，我们也要进入到主里面来。
我们要悔改祖上的罪和我的罪，诗篇32:5-6，我们悔改祖上的罪和我的罪，这时候才能遇见主。正是在主里面恭敬父母才是尽孝心，其余的都属于罪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悔改这部分。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面，没有向父母恭献孝心，这都需要做悔改的。而哪怕我们父母犯了悖逆的罪，只要我进入到主里面来，我也能尽孝心。所以我们不要抱怨这个世界，也不要抱怨父母。现在只要我们依靠上帝的奥秘进入到基督里来，我们就能得到主的帮助。现在上帝会让我们做孝子的，使我做孝子，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。我们呼喊阿门，上帝今天正确地指引我们的道路。然后在2节、3节告诉我们，我来读一下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使我们的子孙千万代得到祝福，儿女都做孝子啊。大家的孩子们现在操心不听话吗？上帝说不听话悖逆的孩子本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，这样的罪我们都没做悔改，都没有洗罪，都没有认罪，光求福，说求主帮助我，让我孩子 考出好成绩，或者说去天国，或者说嫁给好人。上帝能帮我们吗？我们要悔改自己的罪，父母的不孝的罪，我自己不孝的罪，我也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入到主里面。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做四阶段悔改，结果都犯罪了，导致我的孩子也不听话，身上带着祖上的魔鬼就生病了。我们为什么做四阶段悔改呢？为的是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，我们的罪得到饶恕了，祖上魔鬼就不会缠着我们了。我们今天要得到这样的祝福，使我们越来越好，使我们越来越好的祝福。我们呼喊阿门，我们一起来呼喊主啊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悖逆的罪，我们今天认出来，告白出来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今天进入到主里面来。我进入到主里面，这时候我的儿女都做孝子了，不仅做了孝子，病痛疾病都能得到医治。我们身上带着奶奶的魔鬼，那这个魔鬼给我们带来的是疾病啊，带着甲状腺或者是头痛啊，或者是腿疼。我们有罪的地方就有魔鬼附着，约翰一书3:8，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基督的血做四阶段悔改，这时候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，以弗所书4:32。我们需要做四阶段悔改，上帝只在基督里饶恕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需要做四阶段悔改，依靠基督的奥秘，我们的罪得到饶恕了，魔鬼就不会再缠着我们了。而且魔鬼离开的时候是带着病痛一起离开的，所以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呢？医生们，当今在医院的医生们至少要领悟这基督的奥秘，因为在医院手术了也有复发的状况，只有魔鬼赶走了不会再复发呀。当今是21世纪了，而我们人内心还是属魔鬼的呀，头脑学来的功课都是属于恶呀。我们正确的生活吧，我们过去没有尽孝心的这些罪，我们今天全告白出来，全认罪承认，进入到主里面来，这时候我的命运得到改变，儿女们也变成孝子了，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这个国家是能得救的，这个国家和民族是能得救的，我们大家拥有健康，得到祝福啊，这才是有福的人，唯独主才能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到主里面。我们一起来呼喊主啊，一二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父上帝啊，我们一直以来犯了悖逆的罪，使我和我的儿女都毁了，今天求主为我们了结掉这一切的罪过，使我们的罪得到饶恕，使我们得到好的祝福，使我们的儿女都得到，使我们的儿女都做孝子，使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，使我们的家庭拥有祝福。